伦敦奥运会瑞士代表团昨天开除了男足运动员米歇尔·莫尔加内拉，原因是在奥运男足小组赛瑞士1-2负于韩国队之后，这位瑞士后卫在个人微博上发表了威胁和歧视韩国人的言论。莫尔加内拉今年23岁，是伦敦奥运会第2名遭到驱逐的运动员。此前，希腊3级跳远运动员乌拉·帕帕赫里斯图因为发表歧视非洲人的微博而遭到希腊代表团的除名。